陈主任他的门诊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，叫做名模门诊。名模门诊，你很难想象，有的人会用牙齿去开啤酒瓶，那个常常都会有悲剧发生。是不是下巴有歪吗？我下巴因为打过玻尿酸，所以应该蛮准的。周休二日，过新配，晚间九点，跟郑凯云一起健康再升级。